谁先介绍自己？你们谁先在？你先是不是？我先因为他第一个的举手，我就让他第一个介绍，然后在他之后你第一个介绍，这样可以吗？老师，因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所以我就想第一个。没事，你有问题的话呢，你更要第二个了。为什么？你得把你的问题整理清楚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现在开始来自我介绍，吴一博，你先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吴一博，我今年4岁半，我上4年级。不可能。你不可能。4年级是哪个教育机构的4年级？是小学还是幼儿园？我不想上幼儿园，现在4岁了还得上吗？你不想上幼儿园？我不上的幼儿园是我自己家门口的幼儿园，也是我自己家门口的幼儿园。我想你们两位是来说相声的吗？你是第二个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松花，我今年5岁了，我上幼儿园中班。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别人都管你叫何老师，你到底是教啥？教数学还是跳舞的呀？哦，你是破案的，因为我是大侦探。对，我是破案的，对，我是破案。何老师，那你教什么的呀？我把这个问题也留给你，今天我们录完这期之后，你告诉我我教了你什么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吧，好，谢谢。